年拢用着，迄是分五十块，伊迄个工作伊歪做哩，对不对？啊，像咱这几个节应该分过来用哦，唔好讲，唔好讲。哎，我拢听人讲说这是连胜文效应。连胜文就是好康啊，拢伊啊，各式各面个内幕拢接接去啊，所以讲要选伊做市长，我怕死都无啦。开玩笑，因咧财团的人。你知影，让伊做市长哦，伊敢那都跟哦，来迄个物件都跟因的财产搁变倍增啦，几落千，几落千亿出来，有影。因以后拿了到的几落千亿拢变因的啊。所以讲心态无正，唔当来争，你要看啦吼，迄个官渡平的，因若要。漸漸的他們都改了，幾片都他們的，每片都他們的，我跟你說，所以現在公子哥們，這個叫做高官的子弟，你現在一定這樣，對民說好就免戰爭，免戰爭，一定都他們的，欸，如果阿廖阿公，反正馬英九也說好了，都說好了，都說好了，他們後世人，他們幾代十多代都吃不完了。欸，啊，咱台湾的老百姓就变作是有清楚，有清楚。为啥咱这摆要好啊？你只，伊歹球咱家己球啦。对。歹时机啊，拄了好方阵，大家正经哦，安尼了。对，歹时机啊，拄着。啊，这局啦，因为这个吼，真的哦，这上帝安排啦。阿妹，阿妹，对，阿妹，感谢主，阿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哎。上帝的安排啦，哦，先生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。真的来安排你来这边帮忙，而且要爱救台湾，都救世界。对对对，那救台湾，还救政治哦。从肥料救农民，又救到政治。因为咱的政府都是拢用化学肥啦。嗯，对。咱就安尼讲啊，政府拢是用化学肥啦，啊，所以拢求这个短期的短利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开始用。这个有机肥去家己为这政府的换糖哦，弄个换掉哦，头糖头死，头糖头死，哈哈哈！刷头料这个用有机肥，有那个培养出来。农业专家来做总统，我等你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人家弄死我嘞！从中华民国的以农立国啊，从有机肥料谈到政治，哇！你刚刚有影射什么事？好，我要五行哈。你后摆食安问题，就是变农业专家控制世界啊！有影、啊，上帝安排呢。系啊，用食物去控制世界哦。另外，美国人有巧，系啊，你是不控制我手啊？我免甲你拍欠计啊！我粮食唔卖哦，你就巧去啊！台湾家己讲啊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